喂，亲爱的。哎，我想提醒你哦，最近上网要小心。我公司同事的电脑今天接连中了钓鱼网站和木马病毒的攻击，损失不小呢。是吗？骇客的攻击？啊？哦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网络骇客的问题啊，因为我安装了 Key Passcode， 网络骇客的问题自然不用担心害怕。Key Passcode 行动版。可利用手机的随身性，让使用者能随时掌握自己账密的安全。Key Passcode 多因素认证包含密码、地理位置辨识、个人设备绑定、智慧风险管理引擎。进场认证是一组可多元应用的网络身份认证安全服务。Key Passcode 就是你的隐形保镖。无论身在何处，保护着你的网络身份安全。透过手机验证来确保账号密码的安全。Jennifer 想起之前出差，错过了 Mia 的生日聚会。现在，他打算给米娅一份意外的惊喜。啊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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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在你授权的设备上，才能顺利的登入你的账号，进行你要的消费。Key Passcode 为每个人做好网络身份安全的把关。有了 Jennifer 的实际经历，你可以放心的相信 Key Passcode。有了 Key Passcode 如影随形的保护，你也能悠游自在，享受安全的网络世界。Key Passcode， 如影随形。